英国杰昂律师事务所是由两位英国华人律师创立的高端精品律师事务所，位于伦敦核心商业区梅菲尔。我们精于诉讼、商业法和移民法，专注于为高净值个人、家庭和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法律服务。两位创始合伙人拥有丰富的诉讼和上庭经验，曾参与并代理了众多知名案例，胜诉率和庭外和解率都名列行业前茅。创始人黄金明拥有出庭大律师职业资格，职业领域涵盖民事法和商事法的多个方面。他也在职业过失诉讼、复杂的家庭纠纷、反洗钱以及犯罪收益法 POCA 领域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同时，黄金明是一位英国地方议会议员，能流利地使用普通话和粤语。他曾在英国议会中担任了7年的政治顾问，曾在保守党中担任多个高级职位。创始人蔡如安曾在有魔术圈职称的五大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多年的职业经历中，他为许多海外客户和英国本土客户提供有关合资企业、股东协议、商业条款、特许经营和商业纠纷的复杂法律咨询服务。此外，蔡如安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商业移民律师，能够为投资移民申请人、企业家移民申请人以及工作签证申请人提供建议。英国杰昂律师事务所习惯用诉讼思维审查一切案件，帮助客户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我们为客户提供实用且高效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为您在英国的投资和生活保驾护航，切实维护您的权益。如果您需要争议解决、商业法和移民法方面的法律服务，欢迎联系我们。